记者刚有那个的话，我请你资料给我们，好吧？我为什么要打？我来这边现在执行公务，为什么我不能拍？搞到最后是东西拿，对，我拍啊。那请你登记我的资讯，我身份证拿给你们。配合调查，好吗？你配合调查。我要配合调查。身份证扔好了。请不要抓我。没有办法。
办法，我们执行。我就说你们都不要碰，我自己走好不好？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，我不是罪人，我只是来旁听的，他们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什么国家？这现在是怎样？我只是来采访，要搞成这个样子，我只是来采访，要搞成这样子。悲哀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就是台北市政府啊！旁听者还要被抓。这不是滥权是什么？这不是警察滥权吗？公共事务叫人家能来旁听，结果在旁听里面，然后还要被抓，抓不到嫌犯就算了，还抓善良人民。你们是想让你们警察这样对吗？大家清楚，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。来来来来，身份证第四。我真怀疑。灭火器到底是不是自导自演的啦？知道你们都辛苦，为你们总是要有那个吧，有理由吧。不要碰我，那你自己走，那你自己走，你自己走，你自己走，自己走。我希望你们警察自己要有人格，我们那么支持你们，可以走。这边这边。那你们今天既然这个样子，请自己走吧，你不要碰我啊！你不要碰我，好，你请走，你请走。没有。派出所，来，先帮我们刚打电话，这里来这边发信息，三张里派出所是不是？三张，三张里派出所，三张里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知道您辛苦，您辛苦。我觉得很悲哀，他们这样。不晓得是什么状况啊，负责把人带回来啊、哦，来这边。所以不用去调查记者的身份。我们到之后会调查，好不好？所以到四楼再调查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你是把我跟他们就是放在一起嫌疑犯。不一定是嫌疑犯啊，说不定你是证人，说不定。我已经要给你们身份证资料了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走？我去采访的，为什么不行、嗯？来，那我们到上面谈，好不好？所以来这边资料要去四楼谈。对，我们会有一个主办的一个。那我给完了资料可以走吗？等一下我们会有长官跟你说明。所以警方可以逮捕记者。不一定，我就跟你讲，不是逮捕嘛。不是逮捕，那为什么要强制我带来？那我可以离开吗？现在，那我可以离开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跟你确认。你给我资料，我要工作，我已经通知。你给我资料没有用，因为不是我来负责你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负责带我。对，我要负责把你带上去。那我不走呢？你不走怎样？我如果我不走上去，我要走啦，我要回家。麻烦一下了。什么具体事件？你有什么具体事件？等一下会有人跟你做说明嘛？你不是也要等那个什么你们那个什么工位的来嘛？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吧。我要在楼下等，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我再讲一次、嗯、我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那我等，我已经来到警局了，所以我不会跑，那我要等新闻记者协会。没有人说你会跑，那我到外面等，
面等，好不好？我讲的没有道理嘛？那如果我现在就确定我是记者，然后你帮我带去，那这过程我有什么要跟你说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顺上去拍、啊？我不要，我已经到了，我刚刚要走了，我要下班了，然后你不给我走？也许中间所以我要到楼下等，对，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